长也要签，厂长副厂长也要签。啊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你惊的很，太可爱了哈，我们两位长官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最近有一首很红的歌曲哦，叫做《打铁》。Party。耶！啊，没人知你，啊，不我不掉。有人知道这首歌吗？知道，掌声鼓励。只有那一桌知道，所以恭喜你们，整场只有那一桌是台客，其他全部都是文质彬彬，开玩笑的啦哈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我要来这个舞蹈教学一下，这个很简单哦，它就是一个台客的舞步，就是这样。前面你只要跟着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就这样。然后后面呢，副歌的地方就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大家很会啊。谁很会？戴家宏啊。来，戴家宏，来点到你上来。正中间是不是？平常没事在跳电音生太子，是不是有坚持？他最会跳台客舞。他最会跳台客舞。哦，这位也是刚刚帮我们抽奖的 Frank 副厂长，对不对？会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样会了哈，我还需要再教学一次吗？来，从左边开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接下来脚的部分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K。没问题，现场的朋友接下来就看他们三位的表现了哈。那请把酒杯准备好，输的脚步踩错的，摇晃错边的，等一下就去干杯了哈。今天